说我想天哪，什么时候会轮到我？巴啦啦吧，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，情愿坐上天堂，一个人生命都不要。乘风2023播出后话题不断，先前被爆出贾静雯、徐怀钰内斗的第一次公演舞台播出，徐怀钰和同组的贾静雯、陈意涵、李彩桦、王佳宇表演改编自英文老歌的《路灯下的小姑娘》，被发现表演中徐怀钰频频瞄队友的舞蹈动作、脸部表情不自然等等，普遍观众认为身为专业歌手的他缴出这样的表现拖累队友，耽误其他人的努力。徐怀钰划水也被网友们当成热门关键字热议，甚至有人说难怪贾静雯生气。对于表现不佳，徐怀钰经纪人也认了，徐怀钰在参加节目录制的过程中，除了筹备演唱会外，确实还接了一场商演。纵使初衷未变，但需花上时间重新找回站在舞台上的步调，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并改善的。不过虽然引起舆论挞伐，但徐怀钰人气却超高，在节目举办的冲人气解锁百万直拍活动中，截至15日上午5时获得727万人推荐，贾静雯则获得116万推荐。徐怀钰的票不仅是贾静雯的6倍，更在所有姐姐中高居第4名，仅输给获得6870万票的美依礼芽、1155万票的谢娜及792万票的 Ella。 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，我的脸会变成红苹果，你不要让为什么缠着我，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。好可爱，女神女神，你不要学了我的你落装酷，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，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，漂亮的女生，我是女生，我是女生，爱哭的女生，我是女生，我是女生，奇怪的女生，我是女生啊啊，你不懂女生。事实上，久违复出歌坛的徐怀钰花了很多时间上课及健身，还必须去追上这几年时代的转变和不同形式的舞台经验。现在的他从当年唱跳玉女成为了人人口中的回忆杀，纵使初衷未变，但需花上时间重新找回站在舞台上的步调，这是我们必须正视并改善的。经纪人贴文曝光后，也涌入不少网友加油打气，并期待徐怀钰往后的表现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突然被你电到，听见危险讯号，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小风汪汪叫，孩子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，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，你也写着我的感觉，就是喵喵喵，喵喵喵，叫叫叫，这个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。太感动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们上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上海，对，吃大闸蟹。你干嘛告诉别人啊？信哥，我脑要定哎，有秘密，又不是在207，你怕什么？207那就严重了，对不对？信哥，我跟你说，我等下讲一下，我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，关我们屁事啊！没有，没有，粉丝照顾一下，粉丝吗？因为你的偶像不是那个陶喆，来看一下，也是我的偶像，露露露露，好不好？你也看一下台湾艺能界一代不如一代，看一下。啊、一代我以前的那个第一首带动跳就是唱徐怀钰姐姐的歌，哪一首？那个等一下，姐姐两个字不要讲出来。徐怀钰，对，姐姐那是谢金燕，不一样。谢金燕，我现在不是美了。对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徐怀钰他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他是台湾第一个偶像，然后歌唱最好的。对，怎么样？不好意思，失言了，失言了，失言了。对，对了，当宪哥，我来补一句，
当时，在当没有他当时，他歌是真的很能唱的。他的声音到现在都还是很清亮，对，好可爱。我跟你讲，他说一出来就把范晓萱打挂了，哪有哪有，不是打挂，打趴，哪有哎。后来范晓萱放弃了，干脆唱摇滚。对，有没有看到？唱爵士，我想看啊，太真的吹了。不过还是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。对对对，你唱的更好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那当然那当然，对。当时我唱的比较好。要讲女生，当时女生你唱的。可是在我之前的时候，宪哥唱更好啊。没没没没没没，不要跟大家不知道事就不要拿到节目里面讲。不要再捧他了。我必须要说，徐怀钰小姐怎么样？不免俗套的问了这句话，哎。别来无恙，你前面用过嘞，不一样嘛，因为都老朋友。别来无恙，别来无恙不是是一首歌吗？唱什么？不是，我只是关心。他真的在问你啊！你不能每一次都让我在社会版里面看到你的那个，是不是？社会版吗？对啊。真的假的？你们两个都有哎。我对啊。宪哥是比较长，对，我的都比较大条，但是我还是关心你。非常圆满，对，圆满了，很圆满，对，这样就好嘛。我们好好来关心人家一下，真的真的。感情方面可以聊吗？感情方面在等待，又等待了，你看。不是啊，你要等待啊，因为好男人都被别人挑走了，对不对？好男人都结婚了，剩下的就是这样子。你为何要等待？难道你不知道我都在？这是哪一首歌？这是什么歌？你这是公开的吗？我今天讲这个话有多大的勇气？熊熊在，哪有怎样？哪有怎样？熊熊更不可思议，一定是。对啊，对啊，这个女孩子是全世界最可爱的。对啊，你不能再被受伤害了。真的真的，我知道每次都是一些不好的事，情伤啦，或者什么好。但其实这就是人生嘛。对啊，我们都遇过这些事情。对啊，对啊，都很烦这些事情，而且还会再遇到。但让它过去 ，Let it go。Let it go。Let it go。Can't hold it down anymore. Let it go. 我就会唱，好，我知道你会唱。我知道台湾艺能界真的，一代不如一代。我道歉。搞得我跟宪哥的心一代一代拍电影。一代一代。安娜贝尔的女主角，安娜贝尔。这样也可以演哦。哎，这个有鬼。我这个有鬼。我酒精。你有新歌吗？有新歌吗？还没有，我在等你。哎，哦，他是在等待一个男孩。对。他是在等待一台笔啊！我懂，没有，我等待一首歌。有，最近还有，因为他喜欢吃派 ，apple pie 啦，什么甜点。真的吗？对，真的假的？喜欢吃派？那该不会？好朋友，我跟你讲，了解啊。真的，有一种派在台北最有名的，对，没有，一定没有吃过。其他地方都没有。你没吃过？没吃过，我请欧弟介绍。对对，这个派你肯定没吃过，因为当时他带我们去吃的。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派。没关系，不好笑就算了。怎么样 ？OK 吗？不好笑。我们两个如果在一起的话，家里是不用装冷气，对对对，就好冷，超冷，哦，好，太开心了。